小小探索家的学校买了一辆新的黄色校车。打开车门，校车司机上车。关好车门，去接小小探索家他们来上学。校车来到了特比的家。校车已到达，请尽快上车。快起床啦，特比。快上车吧。校车来到了米娅的家，米娅正在喂小马吃饭。哦，是校车来了，稍等我一下。把小马带回马房去。米娅上车吧。校车来到了艾迪的家，艾迪正在车库门口扫地呢。去上学啦。上车坐好吧。校车来到学校了，打开车门，让他们都下车吧。米娅要来上数学课，艾迪来上地理课，特比来上美术课。